这次考核啊，有两个新的面试的来了，两个简历你瞧一瞧的话，可能就会大吃一惊。我叫刘瑞娜，来自西安交通大学，目前是博士三年级。后面的这个论文，翻译研究成果。哇，我的天哪！我叫刘佳琪，来自于中国医科大学，进行了197例伤情鉴定，处理了103例现场勘查案件。一个是科研大神，一个是实践大神。对他的尸表进行检查，解剖术式的选择，福尔马林固定切片的检查。瑞娜仿佛已经在这上班很多年，一开口就感觉是个老法医了。硅藻检验、心血检验、电解质的检测和心房内膜肽的检测。这是我们前几案中没有讲到的内容，有经过有一定的实践才能脱口而出。因此你们两个人呢现在是还得留一段时间，旗鼓相当，很难区分说谁更优秀。真正的考核开始，接下来要去开棺。这个死者的身份是这个李姐10年前死亡的老公啊，到底这是个什么情况，老金怎么会又活过来了？棺材里面的东西非常危险，有害气体包括一些昆虫啊，还多注意保护自己。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，会员抢先看《初入职场的我们》法医纪正片，会员尊享《案件前夜》《法医实录》等更多精彩内容。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，就是上一个在水里面发现的这个尸体老金，10年前他的这个坟地。到底这个棺材里面埋的是谁？要把它搞清楚，所以需要去做开棺。大家也看到这个环境。不知道它里面打开是什么状态，比如说这里面有气，有有害气体，可能有这个蛆啊、苍蝇啊。安全第一，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防护服。要求是把里面的骨头先拿出来放在这儿，摆平。准备开棺。请到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盖子打开。好，我们给他们让一下。什么味儿呢？里面都是水，没有想到打开来里面全是水，然后并且是这样一个不在原位的这样一个骨骼状态。你看这里面还有水，你还得想办法处理这个问题。拿什么去把这水搞出来？舀出来。拿什么？手舀。我们后面有桶，快去。有勺子吧？有，有的有的，里面都有。好，这里面的这一副这个骨骼实际上是还原的仿真的，它上面有些情况能代表当时的情况。好，两个组同时下去，给你们20分钟，看你们能说多少东西出来。好，计时开始。取一下那个周围的土壤还有植物的样本。我下去了啊！我，朋友你来吧，我不行了，我这衣服不行。去舀水是吧？对，你先舀就。舀水，然后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东西，就是埋在水里面的。你现在有水不看不见吗？好。
这个水样要取吗？水样取一点。取样。有没有管子？没有管子，给我倒一点。够吗 ？OK。这太慢了，能不能想点别的办法？这一点点取的话太慢了。其实不用全弄吧。先拍照，然后标记好顺序，然后拿出来。好，来拍照，来拍照。你把那个要踩的东西，把标尺放上去。好。首先拍远景，远景拍一下颅骨。拍了。整体的颅骨拍完之后，拍一下这个破损。对，放胸部。这个地方拍一下整个的，然后再拍一下局部的。下去。拍这根长骨，然后换一下角度，这个里面有一根，要在那对侧拍。啊，你慢点到那边去，五号。OK。先把这些骨头拿上来取掉。十分钟了。拿之前要做些什么呢？散的吗？还是整个一起的？一起的吗？一起的。里面有东西吗？就里面没有。然后去看一下颅骨有没有损伤。拿上来吧。先拿上来这个。捏骨呢？你仔细看一下。好，我拿过去。我把这些水，你一下冲干净吧。先拍取，拿上来再处理。你们就把它在下面的情况观察好，然后其实具体的上来再看也可以。好。这个先拿走。肋骨也都拿起来。我拿肋骨。什么？虫子。昆虫要取，要取。啊，我来。你不是害怕吗？可以啊！啊，快点去！我死了。我要个标准。有。哎呀，我不能看。有去。物证带。在。Here。我没想到那里面会有昆虫，然后我自己很怕昆虫。就是我拿到第一只的时候，我其实就有点吃惊，有点意外，就有点被吓到了。但也算是一个锻炼吧。还有五分钟。如果要侧身长的话，胫腓骨也要取啊。好。那个是衣物，有没有？就是那个有衣物吗？我不知道是衣物还是什么，我拿起来看一下。我去拿。就取样吧，直接。这个。你们大概数它的数量了吗？是几个？是确定是一个人是吗？头骨只有一个头骨啊，椎骨也没数呗？没有。队长，我数一数椎骨。我们俩把这个拼一下吧。没有。腰椎五块够了。嗯，好了，那个颈椎好了。颈椎够的是吗？够了，7块。然后到胸椎，这是九个。这个是胸椎。10。这个也是胸椎。11，差一个。还差一个。差一个胸椎。差个啥？差个椎骨。还有那个颅骨残片，找有没有？颅骨的碎片，这有好多泥啊，这里面。一分钟。还有没有椎骨？是不是在这个底下啊？没有颅骨碎片啊，那个是不是很大一块啊？那椎骨呢？椎骨找了吗？没有。这在哪里啊？胸椎那个地方有没有被遗漏放在其他地方的？胸椎吗？对。肋骨那里面有没有可能混到？没有。有没有什么还有个人识别的？除了衣物以外，其他东西？衣物、饰品，没有。那你看这个物证，这有一个虫，有一个衣服，有一点水，我去那边转运。这个换个袋子吧，这两个。给我递过去就行了。好，时间到，走。
走，我们过去吧。